近日某博主发文晒金鸡版流星花园合照，六人合影中有一个男生被 P 成了卡通头像，董子健转发微博并称我不配打扰了，一句我不配打扰了引发了大家的无限联想，底下的评论也很戳笑点，网友们纷纷表示你都孩他爹了还抢啥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